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看看乐乐，我是主持人乐乐。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道歉，我想向对大家说对不起，因为这次我只能通过手机连上，而且我没有像以往一样，就是有麦克风，只能靠耳机的麦克风来跟大家进行这一期直播的节目。希望大家能谅解，我其实是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就是为了这期节目，我特意为这期节目就是停在我朋友的家，然后要先录好节目，我才能然后就继续回家。下一期我们肯定我就是在家要录，肯定会像以往一样，质量很好啊，音质也特别高。但是这一次我希望大家能谅解，怎么了？你说，出现问题了吗？你的流什么意思啊？我们的节目是已经开始了吧？OK，那你这个自言自语最好不要让我听到，你自言自语就不要把我注意力给分散了，这是对观众不负责任的。So 这期啊，我想讲的其实大家肯定都已经看到了，是长安网，他前段时间发的两张图，他发了一篇微博说中国点火对比印度点火，然后配上了两张图。第一张图里面有中国的这个，上天，那个卫星上天，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的火箭上升天，上天这个照片，然后它对比的是印度正在焚烧，正在燃烧，得了新冠肺炎的尸体的照片，然后这张照片他们一发，我听说过。虽然我自己没有去查那个评论区，因为它已经被删掉了，所以没有办法去看。但是我听说过，中国大多数的网友是表示反对他们这个毫无人性的微博。只要是这样的话，我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说明大多数的中国网友们，还是有这个道德的底线。但是我也看到了，就是获得了最多点赞的两条留言，是继续按照这个梗来开玩笑。然后我首先想说，鄙人是一个脱口秀演员，而且我是一个幽默感特别黑的人，就是说我重口味的幽默感。就我看脱口秀也好，我看喜剧电影也好，如果他们这些笑话都是那些就政治正确，给家庭、给孩子们讲的那些笑话，太政治正确的话，我不感兴趣。好比一个四川人，四川那边，你在那边出生长大，你早就会习惯吃辣的东西。你到一什么程度呢？你就会觉得无辣不欢，就觉得没有辣，就是没有辣的饭，或者说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不够辣的话，你就会觉得不过瘾。那对我来说，看喜剧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是像一个白左，在这里跟大家说，他们这样做的是非常没有人性，就这没有道德底线。并不是这样去埋怨他们这样发，而是要用他们这种表现来谈到共产党，尤其是这些并不是最上面的官员已经有多么严重，就是脱离了现实，以及他们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以及共产党的的了解有多么浅，有多么浅。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首先，自从去年的大选开始到现在，我发现了很多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或者说从肉体从来没有翻过墙的中国人，
因为接触到多元化的社会的机会特别少，甚至可能是从来没有。他们在分析或者观察多元化社会的时候，就是一个井底之蛙，盲区特别大，大的不能更大。多元化的社会才是人类最理想的状态。这个不仅仅在我们种族上能够体现，还有在各种各样的领域能够看得出来。就比如说你看音乐，而你听音乐的时候，最好听的音乐一般都是融合不同风格的音乐。就比如说最近在美国比较流行的叫country trap 乡村音乐，和一种说唱的叫 trap 混在一起，现在是非常流行了。那我们可能三四年前万万没想到乡村音乐和嘻哈原来可以融合起来，我肯定没有想到，结果有一个歌手做混了之后，就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听，特别好玩。那你说到食品啊，吃的东西，你想一想 Reese's 那些甜品最好吃的就是巧克力和 peanut butter 花生米放在一起。你看人，如果你喜欢看篮球，你看库里或者他的那个盟友队友叫 Clay Thompson， 他们都是黑白混血，或者 Blake Griffin 也是黑白混血，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我觉得这是我们世界上的一种真理，就是要混合，要混合我们才能达到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在一个非常单元化的社会、单元化的环境下长大，你很难以意识到多元化的社会能带来多大的优势。因为它有一些是很难以用语言去表达，而只能是你自己在这个环境下自己去领略，或者说去体会才能得到的一种开悟的一些感悟，或者说一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中国官方媒体不仅仅是有长安网发的那两张图，还有中国驻英国驻日本的那个大使馆不是也发了一张就其实犹太人的漫画。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表现，首先这个像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的一样，大家都是为习而演戏，这个是咱们都知道的，这个不用说。但是同时，他们缺乏的是最基本的情商，所以会用官方账号发这种毫无人性而且一点都不搞笑的图片。我觉得能够反映出中国政府已经脱离现实，而且有多么严重，就他现在的这个状态真的不是一般的。那么我想补充一句说，他们要发这样的照片，如果搞笑这个漫画也好，或者说 meme， 就 meme 类似于西方的表情包吧，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发这张图片或者说这样的 meme， 如果真的很好笑的话，那反而会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你们要知道，中国政府要批评美国，能有美国人批评美国那么尖锐吗？美国社会是以自我批评为中心的，中国有很多哗众取宠的外国博主靠财富密码去赚钱去成名，我爱中国，中国很厉害，中国非常棒，我的厉害国。美国刚好是相反，我们会请很多外国博主，并不是博主，可以说是主播，然后他们会主持一些以讽刺口吻去讲新闻的节目，就比如说 The Daily Show，
或者 last week tonight， or Jim Jefferies show。 The Daily Show 是由于一个来自南非的黑白混血儿主持的。 Last week tonight 是 John Oliver， 一个来自英国的，现在是美国人，因为他娶了一个美国媳妇儿，所以他现在有美国国籍，但是他口音就是那种就一听就知道是英国贵族的口音。第三个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美国人，特就跟中国人是相反的，我们喜欢听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来批评我们国家，来讽刺我们国家，我们才会觉得过瘾。而中国人呢刚好是相反，中国人就是想听一些尤其是白人崇洋媚外嘛，就这种崇洋媚外有不同的表，其实是相反的表现，他们想听这些外国人说他们国家的好话。那这两个状态我觉得特别能够反映出这两个国家的常态或者他们当下的国情。中国当下的国情是一点自信都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全是空空虚虚的，全是阿 Q 精神，要自欺欺人，我要说服我自己这个国家特别棒，因为靠直觉我就觉得这个国家一点都不棒，一点都不厉害。但是为了在这个环境下生存，我非得进行自我洗脑，非得相信这个虽然在我国家住了十年但是一句中文都不会的 Baron， 我会相信他所说的话，那就是西方媒体在批判中国的时候是很有片面性，是不公平的，是不会不敢不想说中国好话的。虽然这个洋鬼子在我国家生活了十年还没有学我国家的语言，但是因为他肤色是白的，因为他的皮肤是白色的，我相信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这种崇洋媚外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我只能说是非常可怜的。而且我自己在中央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上一期节目有一些人问我关于我在中戏上学的历史，我的心路历程，心路历程，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以为哦，你在中戏上学，那边美女特别多，你肯定很吃香，很受欢迎。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能感觉到一些女生，就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在咖啡厅，有一位女生，当时可以说是在谈恋爱吧，就是吃了几次饭而已，拿出她的手机，然后开始录我和她，然后她就提醒我说，哎，你就说几句中文。好，来，这就是白猴子的来源所在。就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羊绒毛叫做白猴子？我说我们指的是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都会把白猴子这个帽子扣在那些羊绒毛的头上，就我们会给他们扣白毛子的这个帽，白猴子的帽子，因为我们会觉得是在为中国人演戏的一个白猴子，就是像那些 circus， 中文是西马 ，What is the circus again in Chinese？ 西马啥？喂？The circus， yeah， the circus is 有小丑，然后还有星星，就是各种各样的演出啊。Yes， yes， 马戏团。对呀，马戏团是马戏团的那种猴子，那是白猴子。但是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仔细的去看看我写的一首歌叫《白猴子》里面的歌词，你去分析我写的那首歌里面写的歌词，就能够感觉到，当一个中国人没有把你当人看的，而是把你给他长脸的一个工具那样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哎，你说几句中文，啊，准备好了吗？好，来来来来，哦，他中文非常好，来来呀，
然后我们都会开玩笑说，我们有一些白猴子的小技巧，就比如说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百别别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四十四，十十十，十四十十四，四十是四十，四十四只有狮子是死的，就这种白猴子的小技巧 ，the white monkey tricks， 中国人就是会让他们很开心，或者你说几句方言，啊，高潮了就能高潮，这种崇洋媚外。问题是很严重的，而且我就是想劝你，如果自己现在还在，就你身你肉体还在墙内，就是你精神上心理上可能已经翻了墙，已经是活在已经跟国际社会接轨了，但是你还活在墙内的话，我想劝你还有你的女朋友或者你周围的朋友亲戚家友而亲戚好友们，你也可以劝他们不要崇洋媚外，崇洋媚外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你以为因为一个人的肤色是白的，所以他的更加有名，就他的名声更好，他更靠谱，这就是另外一种崇洋媚外的表现。那美国人呢，是也有点崇洋媚外的情绪，那但是他有另外，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入手的。我们会觉得一个人说话，就是他带着这个英式的口音或者南非澳大利亚的口音，他肯定更懂国际社会，所以他在讲新闻以及讽刺美国和国际新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相信他说的，就我们会觉得他说的话更靠谱，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也能算是另外一种崇洋媚外的表现。但是刚好中国是相反，我们不想听你说我们国家的好话，我们想听的是你批评我们国家，你越尖锐越犀利越好。长安网或者驻日本中国驻日本的大使，他们的那些中国官媒批评美国什么的，你们有没有看到美国新闻或者美国官方的反应，他们的这个反抗回击有没有看过？我真的很好奇，也许有，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呢？你能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批评那么尖锐吗？你能有我们这那么犀利吗？肯定不能。所以话说回来呢，我为什么在开始这一期节目之前，而我就的时候，我就补充了一句说，我并不是从一个白左政治正确的角度说，这个长安王，你们怎么能这样？你有没有人性？因为如果他们咋就开个玩笑，发一张表情包什么的，而且真的很好笑的话，我都能接受。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是重口味的一个喜剧演员，我会觉得特别棒。哎，我觉得 awesome。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开一个真正能够有效果的玩笑呢？是因为他们是井底之蛙，他们接触到的多元化的社会的机会特别少，甚至可能是从来没有，而都是为习近平演戏，所以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到我发这么的一张图，这么的两张图的后果是什么。他们唯一考虑的是这样发加上这个配文会让我对上级，就在我印象里对上级显得更优势，显得更厉害，更忠心，对吧？所以大家都是为习近平而演戏，只能说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种表现。 It's pathetic。 什么样的政府需要这样？什么样的政府需要看别人的那个成语叫什么？或灾就是享受其他人的灾难，祸灾乐灾，我在那个成语怎么说来着？
幸灾乐祸，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什么样的政府会幸灾乐祸呢？毫无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的政府，他们才会这样做。你们想一想，你自己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人？就假如说你在一个 party， 你来卡拉 OK， 大家现在都不喜欢 party， 那你就跟朋友们去唱卡拉 OK。然后其中有一位男人，不断的强调他下面有多长有多粗，不断的吹牛，说他口交有多厉害，这个上床技巧有多么好，有多么强，多么牛逼。你反而会觉得这个人下面肯定是特别短，特别小。而会觉得他是一个 loser，因为无风不起浪。一个人觉得他无时无刻都得强调他有多么厉害，他们有多么牛逼，反而反映出这个人弱逼的精神，弱逼的这个真相。所以是阿 Q 精神。不要有这，不要有阿 Q 精神。Don't be a 弱逼。刚才有人举手嘛？我刚才看到了你，好像有人举手了，是吧？好像是一位女孩子的名字，那位哦，男孩子，观众。弱水哈，哦，男孩子我啊，不喜好欢意水思。哈，水在中国哦，代弱表水智是你慧啊，别赖无恙。哈，水在中国代表智慧哈，是这样哈，我觉得你刚才的很多说法非常的有意思哈，其实我想从一个更复杂的角度来谈论社会，我觉得我们现在主流的表达把社会说得太简单了哈，我更愿意用一个词汇叫禁忌，我不知道这个词你了解吗？禁忌就是说，在某些文化族群里头，有些话题是禁忌，不太愿谈，或者对忌讳谈，不太想谈。哎，对对，taboo，taboo，对，好。对。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觉，就是说，你就会产生，就是说各个族群如果用现代词汇来解释它，就叫政治正确，知道了吧？就每个族群有它的禁忌。禁忌的反面，就是说，只能谈的就是政治正确，不能谈的就叫禁忌。OK，那就说得非常清楚了。你比方说，在外国，在那个欧美世界里头，就是，比方说，不要觉得这个大家现在看欧美对那个 GLTD 多支持，但是他们对 GLTD 很残忍的时代离现在很近的，离现在非常近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我是搞 IT 的哈，就是图灵，Turing。Turing 被那个被迫吃药来化学阉割，就是二战期间的事情，很近的。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所以你为什么要提禁忌？所以你说就是中国有一些话题是禁忌的嘛，就是不能对，是谈文的。化来但是的。等一下，但是在你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嗯，办法，我马上就就是延展社到这个会话或者题了说哈。老百姓没有办法通过跟别人谈话，或者说在一些谈话节目中自由的跟别人交谈，摸索出来什么样的话题还是应该属于禁忌的。或者说什么样的话题是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禁忌的，就哦，是这好，个美国社会里面也是有一些话题以前是禁忌的，现在大家都会很自由的去交流，那只是因为有像脱口秀这种艺术，才能够把一些其实没有道理，就是他的禁忌话题，就是开这他的玩笑，然后通过他的玩笑，通过别人就是你令人发笑。观众和你才会发现这个话题禁忌其实是非常 stupid，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还是应该能够自由的去聊，就比如说性，好，我刚就才比在如谈说那性。个，就是六十年代，就说是六，就说是二战期间的事情啊。那么回头来看的话，哈，到现在，是不是现在就没有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上周嘛，上上周发生的事情，不是现在有这个 Asian hate 嘛，就是说亚洲仇恨嘛，对不对？亚裔仇恨，OK。然后拜登试图通过一个法案，当这个法案最终通过的，就是反对亚洲仇恨的一个法案。但是有参议员投了反对票，也有投弃权票。
OK， 我就说同一个场景，如果这是一个反对黑人仇视的，或者反正不能叫黑人了，你们现在不能叫非洲裔哈，反对非洲裔仇恨的法案，有没有人敢投反对票？有，曾经有，我不相信谁敢，曾经有，而且他们在这50年前有人，我不敢，我敢说上周不会有人敢 ，OK。不，但是你说的很有道理，他的政治生命一定结束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再给你举一个特别相似的例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部电影叫《摘金奇缘》？那个电影票房特别大，叫《Crazy Rich Asians》，特别有钱的亚洲家庭。你看过那个电影吗？是个烂片一个，特别难看。我不建议你不应该去看。但是他呢，票房特别高，而且他的这个评价都特别高。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真的很好吗？它真的很好看吗？它一点都不好看，它是个烂片。但是呢，那些白左的影评就不敢他负面的评价，因为他们怕会被扣上歧视亚洲人的这个帽子。就我想说的是哈，禁忌无处不在。当你在一个文化当中，看到了禁忌，你觉得那里是不自由的时候，可能在你的文化当中有另外一些不自由啊，就是我想说这个，就说但是在你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些话题真的算是禁忌的，哪一些话题真的不是禁忌，而只不过是因为政府不让说老百姓谈才会被认为是禁忌的。就比如说很多中国人喜欢说啊，中国人其实不喜欢谈政治，呸，中国人特别喜欢谈政治，特别喜欢谈政治，不允许他们讨，不允许他们谈论。我这样的，我同意你的部分观点哈，这样子哈，其实你看哈，就是在这个中国谈论政治呢，就是这又回到一个，你看这个因为为禁忌如何形成，它是它的这个文化发展方式形成的。你比方在西方哈，它是因为以前宗教权、行政权还有商业权，它有相当强的独立性， yeah. 它有相当强的独立性。而当然它也有某一个权力很大的时候，比方说中世纪，那么说宗教权就要大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从漫长的西方历史，它是比较平衡的，或者它一直没有完成这样的权力统一。我想告诉你哈，这样的一个权力统一，在中国历史上2000年前就完成了，就是但是隋唐宋都比较有，不，中国一直确立了，就是中国是在2000年前就确立了比较现代的理念，就是说在这三个权力当中选择了由行政权获得最优势。就中国从那个就是就是说秦朝完成以后，甚至在秦朝以前，在中朝的末期，明就已经完成了，在宗教权、行政权、就商业权，就是财富权嘛，财富会让我们获得一种超常的权利嘛，对不对？好，那么中国在秦朝以后就完成了选择，就是说选择由世俗的行政权作为世间运作的最高权利，这就是现代社会都是这样子的。而西方完成了行政权的胜出，也才几百年而已，我们要站在这个高度去看看人类的历史。但是西方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在哪里呢？西方从希腊继承了公理体系，还不是逻辑体系，逻辑体系在全世界都有，公理体系在人类所有的文明当中啊，我考察过人类所有的文明，公理体系仅仅产生于希腊，这非常奇妙的。比如神学在全世界都有，各种神学逻辑谁都知道有因就有果，对不对？但是逻辑这个词儿本来中文没有，它是一个谐，它是和英文的 logic 是谐音，所以就已经能够反映出中国逻辑上其实跟其他国家是稍微落伍。听我讲，我们的逻辑是从佛教来中确立下来的，因为佛因为那个印度的就是逻辑学比中国强大一点，中国传统有逻辑学，但是被淘汰了，选择了更先进的对对佛教的逻辑。对对对对，佛教的逻辑被儒家思想淘汰了。你听我讲，不是佛教的逻辑学叫做什么？叫因因学，就早明白原因因明。对对对对，
对，所以说中国它不叫这个词，是近代才叫逻辑学的。而公理体系呢，你要知道公理体系推广有多难哈，你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从希腊推广到俄罗斯，知道吧？俄罗斯接受逻辑哈，最多300年，哦，接受公理体系不过才300年。嗯，公理对。太难了，就说两千年前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对，那你说这个跟中国现在的这个中国以及我想说的是，中国接受公理体系是近50年的事情。嗯嗯，就说中国人熟练的掌握数理化，不过才50年。对对，撑死60年，知道了吧？所以中国，我很多人把中国的近代的发展归因，就说找到它的原因，我找到了终极的归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是对公理体系的学习和接纳和应用，不在于什么民主，不在于政治体制，不在于这东西。而西方的文明也源于此，也不在于议会体制。我跟你说吧，如果没有公理体系，没有完整的辩论体系，没有思辨体系，民主。但是你等一下，你不要跑题。所以就是说，这个跟我们这个题目的这个长安网他发的这两张图，或者中国驻日本的大使发的那个漫画，就是美国正在杀中东的各个国家的那张图，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是很好奇的。我相信这就是你觉得是有关系的，但是能不能就是把这个联系说得清楚一点？比方说哈。这个图，因为我在国内刷微博，这个图的产生的过程我想讲一下。这个很多人就真相在细节，这个图是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网友，不是源自于长安网。长安网他们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是他们创造的。这个创意是来自于民间普通的网友，所以他收藏了，然后不，他改了一下，他改了，他又用了这个创意改的规范了一点，然后给他起了名字，然后转发了。 OK， 好，我 OK， 如果是这个逻辑一讲清楚，就能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就是民间产生于，就说如果一个普通的网友用一种我们甚至是有认为他有恶意， OK， 我认为这个 picture 是有恶意的， OK， 如果一个 picture 有恶意，就能上升到比方国家政府级别。那美国有恶意，针对中国有恶意的图片多了去了，针对中国有恶意的民间哈。等一下，你刚才说美国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啥？对，等一下，问题你看，你说清楚，你说美国指的是啥？你就找到原因，我承认错误。换句话说，你也不应该把这件事归因成中国。OK， 是中国的某个人。长安网是官方账号，长安网。他随着习近平要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确实能够代表中国政府的一部分，确实有这个能力。他是官方账号，美国政府有没有官方账号曾经发过批评讽刺中国的漫画？有没有？哦，多了，多了去了吗？你能那肯定的举一个例子吗？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能给我举一个？我跟你说，川普转发过无数，川普还是总统，习近平至少没有转发，对不对？转发过无数对中国，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对不对？但是能不能说清楚，就是具体有一个，我想问一个总统啊，有没有一个 China Myers？ 哎，我等一下，我不是拒绝你，我觉得你说的其实很有道理。川普我没有想到，川普我估计。曾经转发过具有侮辱中国人民元素的漫画或者图，是他自己发的吗？还是他转发别人的？他转发的有，他没有这种创造能力，他可能还创造不出这样的作品，所以他没有，他只能转发自己去创造。他不会创造的，川普没那个才华哈。我真的希望你能举一个例子吗？我不是说你没有，你我不是说你是错的，能听到吗？因为我能想到，就比如说川普曾经转发过，曾经啥？怎么了？刚才若水到哪儿去了？他就走人了吗？好 ，OK，Well，我想说，其实他刚才说川普，我觉得很棒，
因为我没有想到，但是川普肯定曾经转发过一些具有侮辱性的，就针对中国的照片或者漫画。然后我自己能够想到的是，川普曾经转发过一个视频，里面有一个来自应该是我老家德克萨斯的政客，共和党的一位政客，正在说唯一好的，就为我觉得唯一好的民主党的政客，就是一个已经死去了、已经死了的民主党党员，就是说 ，the only good Democrat is a dead Democrat。川普，美国以前上任的那个总统，我们的前任总统，转发过这样的一个视频，还有川粉敢说，美国社会分裂并不是川普所做的，而是白左或者各种各样其他的源头，而并不是川普。It's like, what?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an? Ridiculous. 川普确实是一个巨婴。乐乐，川普是个巨婴。你能不能别听他的，因为你被他带偏了。他这个人，他的一定要把他的逻辑学强到所有的人的身上，那是不可能的实现的，他连人性都没有，是吧？印度那边的死人，我们说真的。没可怜别人算好的了，你连一点爱心没有吗？难道官方没有爱心？像这些，所以说这些中国洗地的五毛，我不知道他领了多少钱。刚才那个若冰说的啊，美国怎么样？这个是严重的跑题。别的国家我不敢说做好自己，是他们自己说的，官方说的，是吧？他天天鼓励是人民，但是他并不是以美国是否有没有这样做。来完全要我不管美国有没有，但是说人是向前走，人是向更友善的方面去走，而不是说听他若冰在这里跟我讲罗志祥向全世界丢人现眼。你看他有讲来讲去有没有点人性啊？人家印度在那死人，你作为一个官方网站批上去，对，批上去，人家在那死人，你在发射火箭，什么意思嘛？还记得印度150吨的那些救援物资是去年运到武汉吗？等一下，林水，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要发这样的图片，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你觉得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是嘲讽印度吗？不就嘲讽他穷吗？不是嘲讽印度，因为中国的官方本身对人民都是这样，别说对印度了。他要让自己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都是一样。都是用这种心态，别说对印度了，知道吧？你还以为在中国的穷人他是这样的吗？穷人他们得到官方的重视吗？那些都是扯淡，何况对别的国家，对自己的国民都是这个态度，你知道吧？所以说美国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出来是完全正确的，知道吧？我永远支持，因为我跟你说，你能在中国得到既得利益者有钱人，也就是有钱人的他们的中国有80%的有钱人的心态，你知道吧？会坏，会心里面十分的坏，知道吧？没有，林水，我可以告诉你，坏的话，在中国林水，我可以告诉你，林水，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美国遇到过特别有钱的中国人当中，大多数是非常非常歧视中国人的。就是心态，就他们是比较讨厌自己国家的人，我知道这些，我知道，而且是比较严重的。真正的善良的人，其实高晓松也曾经开这种玩笑。现在的状态是活不下去的，知道吧？活不下去的，而且对，是活不下去的，没错。而且真正的状态不会像若冰所说的跟我讲狗屁逻辑学，你他大爷的，你家里面死人了，你人家家里面死人了，你还在那里口。冠冕堂皇的给我讲逻辑学，印度国家发生灾难，不可怜就算了。等一下，是吧？他毕竟是人，等一下，人类。林水，等一下，你首先，呼吸，稳定下来，否则你情绪要是不稳定的话，没有办法听得懂你说的话。第二，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且你就是给我一个非常简单的答应，然后我会继续问你其他的问题。第一，好，你说。长安网为什么要发这样的图？这两张图加上那个配文，为什么？他意图什么？因为他有自我的优越感，
也就是说自我的优越感。你看我的火箭在你生活中，在你生活中，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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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追问第二个问题，在你生活中，什么样的人会在无时无刻，就是动不动就要找机会显示自己有多么牛逼？有很多，中国几乎跟你说有钱的，但是我问你，我就是问你，在你生活中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做？我可以说句粗话吗 ？Yeah， 可以啊。也就是傻屌，你知道吧？那种人只是有钱不一定。Yeah. 现在中国的是什么进入什么状态呢？就是有钱没文化。而且连道德都没有，你别看他们所谓的社会所有的正能量，你知道吧？社会中国在中国的所有表现出来的正能量全部是假的，有80%几对，全都是假的。所以我就是要问你，就是因为这，哎，对，你可以说的很好，林水，你可以的，你今天已经表现的很棒。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快要到时候了。所以我知道，我跟你说，周五晚上你可以再回来、啊。实情推出来，跟你说，那官方网站就好像他对中国人民是怎么样，他对自己人民就怎么样，他的官网发的就是怎么样，懂的，知道吧？也好，林晓，我们周五再说吧，我们周五再聊。好，拜拜，再见，再见。刚才有另外一位网友是通过举手来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吗？还是？我刚才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反正咱们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的重点就在于刚才林晓所说的，在你自己，你就是我最讨厌的是那些反共，就是那些像我这些反贼，只会过于丑化共产党，但实际上，你要打败一个敌人，你首先得同情他。你首先得换角度思考，你不能过于丑化人家，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怪物，然后我就一定要打败他。虽然这个诱惑是存在的，这个诱惑是非常有诱惑能的，就是非常很大的诱惑，因为这样也是非黑即白思想的一个部分啊。他们是坏，我是好；他们是黑，我是白。这个是很就特别的 tempting， 但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连你最讨厌的人，一定要尽力尽量的换角度思考，同情人家。我觉得中国社会，就像林晓刚才所说的，你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做一个好人是很难的，是活不下去的。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不想看的是放弃同情。放弃共情能力的人，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同情能力，要换角度思考。但如果你接触到的社会太单元化，那你共情能力再强的话，还是很难换角度思考。但是你只要能够换角度思考，我相信你就会发现中国政府有多么的弱逼，有多么的 just pathetic。It's just pathetic。 好，这期看看乐乐就讲到这儿吧。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周五晚上其实会用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互动，而且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可能跟现在的热点没有太大关系的话题，而且是一些在以前的节目那个评论区问我的一些可能是私人问题什么的，我们都可以聊。周五晚上可能更加的我不想说随意一点，因为它当然不是很随意的，但是它不一定是要跟热点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聊各种各样的话题，而且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跟观众互动，也非常欢迎大家都参加，是跟现在这一期节目也是一样的，所以是每期时间7点钟才开始，那是美东晚上10点。所以那是中国的周六上午10点钟开始。然后这一期节目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来收看这一期看看乐乐，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 peace, and that's my peace.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个姑娘给我微信说 I love you songs and the baby word please make me your Mrs. Mr. Ramsey Lerner。